可是刚刚虐他长大100斤，11号，瑞芳站了，8:48，从他就是。瑞芳站快到，11:25，北湖发车将沿新港服务。英利超压车没多少，9250了。西红快到嘞，瑞芳站是银行，11:25。准备开启车门。开启车门。11:25哦，北五八浙江沿线啊，服务的英利少爷三分钟9250乘客。2:50，请旅客注意搭乘。你这台是沿线500行程的。1505乘客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开饭多好的，还开饭多好，对吧？张一清我都老人家，老死人。今年的超错愕很大，今年原本很期待说，一年之内开三台，但是也到月底啊，月底通的啊。但是他花东整条没有通，他没办法。我就觉得其他很多开其他路段就好了，对，不可能。通车了，他已经发新闻稿了，说确定要停。他这个掌控呢？动下不开，所以现在都要抢台南的那一场，怎么办？然后真的欺负人家的，送到被电池了，就开花莲到玉里。1505圈的，在刘洋大还没有死离，这班是11:24，北湖发车将沿线上服务了。一定说在上面十分钟，用这班925。送给区间车在第二月台 B 侧，快要开了，还没上车。是123次哦。人生来都突然来一个大雨，吓死人。但没关系，很有冲动。11:23，说发车将沿线号受领的1505圈了，不要让关闭车门。
会吃炸鸡排。还有，最近两个，两个可以吃五百个，然后到了一个吃了才吃。他还说，这鸡肉不太好吃，他还说太少了。我怎么能到干到这个？买了多少门？干嘛？咱们多多久没打过？我的五千多，大路上那是干子啊？